大家好，今天给带来一个无限刷禽肉的一个攻略。然后这里是每日任务鸽子习惯一去不回。然后这个任务出现之后，我们赶走鸽子啊，注意不要击杀鸽子。赶走鸽子之后呢，然后会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地上会有9到10个禽肉啊。然后我们过来之后把禽肉捡走，并且杀掉1到2只小怪之后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断网啊，当然你要懒得断网，你可以选择直接退游戏，然后重上，然后来触发这个 bug。 你比如说我现在把禽肉捡完了，我现在杀掉一些怪，固若金汤，然后这些怪的东西你想捡就捡，不想捡就算了，然后我们直接退掉，下掉游戏啊。我这里就不断网了，因为我这边断网不方便，我这里不太方便断网，所以就直接退游戏，然后再上来。然后这个时候怪物就全部刷新出来了，包括鸽子也刷新了啊，禽肉。然后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怪全部杀死，因为把怪全部杀死的话它就不会刷新了。好了，地上又出现了固若金汤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对你有帮助的话希望点个3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